萬錦列治文山最典型的四個睡房雙車庫的獨立屋幾錢呢？ Hello， 我是 Priscilla， 我是大多倫多地區的地產經理人。今天我是幫一對即將回來加拿大生活的香港夫婦找獨立屋的。那開始看樓之前千萬不要忘記關注我的頻道，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每個星期的房產知識分享和精彩的看樓視頻，稍後見。咁而家我哋睇睇第三套，這個咧就感覺到佢應該係新裝修啦嚇，即係應該係即係好新嗰種，係佢換過地板，即係用而家嗰種比較流行嘅灰色系列啦，包括嗰、那個staircase 啦，都係同樣嘅風格。咁我嘅左手邊咧就係、客廳嘅個區，頭先我講過啦，我哋喺 Markham 嘅 Rimmerville 同埋Markville 嘅，咁、那個係比較即係常見嘅一個結構咧，就係、是。那個客廳和嗰個餐廳就是打通的嚇，呢度有個 frame， 但是打通的，即係最常見，我都幾中意嘅一個即係開放式概念的嘅廳。咁我繼續向前咧，過咗呢個客廳啦，餐廳咧就是我哋嘅廚房啦。我企喺呢個位置，調轉望一望，個廚房都係新裝修咧，就唔算特別大，有一個 L 型，即係一個 L 型嘅結構啦，兩邊。台面都做過更新，應該是石英石的，這邊有一點的kitchen cabinet as well。 這個呢就是即是breakfast area， 它都應該是一個 walk out basement， 因為我們看得到我們現在是露台的即是二樓這樣的感覺啦。這個是一個成熟的社區，所以你看到其實它都幾多樹，樹都幾大棵，個 deck 咧，即係 wood deck 夾板嘅陽台咧，都幾大下嘅。一邊 sitting area， 另一邊即係你見到咧，即係可以即係擺夏天 barbecue 都冇問題。啊，睇下啲樹幾大棵。即係我個人就會比較中意啲大啲嘅，即係社區比較成熟啲。我哋嘅 backyard 啦，佢就冇乜點整，但係個面積其實係唔細咯。Okay， so that's our neighbors on both sides. Okay， 好。咁翻翻嚟我哋即係一樓個區域，頭先我哋見到嘅咧就係即係 breakfast area 同埋 kitchen 啦。另一邊咧就係 family room， 呢個 family room 係比較大嘅，亦都係我比較中意嘅結構啦。呢度有啲文化石嘅裝修，有一個 fireplace， 哇，空間比較大，格局亦都比較好。即係呢度呢個窗咧就開得我覺得唔錯，因為佢比較大啦。雖然呢度都有幅牆，但係呢個咧就好正常，因為係一條直線過嚟，就我就唔覺得佢即係有打破夾過嗰種情況，即係同嗰個第二套咧就唔係幾同嘅。OK， 所以一樓嘅格局咧就係咁樣樣。呢個頭先我入嚟嘅地方，呢個咧就係有一個玄關啦，咁同埋呢度有個powder room 嘅，呢度 laundry。OK， so that's the whole first floor。跟住落嚟咧，我就睇睇二樓嘅情況啦。二樓呢度係咁樣樣嘅。咁我左手邊咧就呢個第一間 bedroom 啦，好大下。呢個我諗二三百尺都有。呢度有個飄窗嘅結構。咁我左邊有個 walking closet 啦。呢個應該係主人房啦。咁個 bathroom 都好大嘅，一個 stand alone 嘅 bathtub， standing shower， 有 double sink 嘅 vanity。Very nicely renovated。 我在這個角度看一看那個即是整個大小啦，很大下，二三百尺 Bay window curved。 OK， 繼續向前呢，就左手邊有第二個 bedroom， 它現在將它佈置成 study， 但其實都應該有九十一百尺啦。有一個拉門的那個 closet。第三間 bedroom 呢邊都有個 closet， 咁呢個都已經九十一百尺，同頭先嗰間差唔多大。呢間咧就對後院嘅 ，sorry 對前院嘅。頭先 master bedroom 對後院啦，嚇呢個就見到我哋屋苑即係小區嗰個情況啦。OK， 好 ，third bedroom， 好呢個有個 common washroom 啦。個 common washroom 咧就呢個都仲見得到，佢係當時嘅裝修，但係個台面咧就絕對做過 upgrade 啦，嚇 double sink vanity。So again， this is the front yard。
Okay, last bedroom, also very big, 160-170 square feet minimum. Also has an ensuite washroom. Okay, so on the second floor, 即呢一層咧，一共係有三個洗手間嘅，有兩間細少少嘅 bedroom 咧就 share 一個呢一間嘅 washroom， 其他兩間大少少嘅 bedroom 咧都係有自己嘅 ensuite 嘅。最後睇一睇嗰個 basement， 個 basement 都係做咗噶啦。隔得比較開，即係呢度咧就係、是，佢應該都租出去過嘅，因為做咗個廚房啦，啊，同埋餐台，有個廳，啊，果然係 walk out 啊，咁可以見到係，即係當然佢上面有個有個 deck， 咁就遮咗啲光，但 otherwise 咧 ，you can step out to the backyard。All right， so this is the basement， 格局就 OK 啦。呢邊咧就係、是、個bedroom 啦，都有九十一百尺咁樣樣咯。OK， 另一間呢個就是洗手間嘅，同埋呢度有個 shower， 有 shower shelf， 毛巾架。今天的看房到此結束，如果您有您喜歡的社區、房產類型和價格區間，欢迎您联系我，由我为您搜索，带您看房或远程视频拍摄，完全免费哦。下期视频再见。